亲爱的同学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乐学汉语课堂，让我们继续快乐轻松学习。上节课，玛莎与芳华一起买了高铁票，今天他们乘坐高铁来到了北京。离开高铁站，他们要去哪儿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高铁，终于到北京了。对了，咱们住哪儿呢？咱们看看手机地图，找到了，附近有一个长江宾馆，就在高铁站的旁边，咱们走路去吧。好，听你的。糟糕，我好像迷路了。先别着急，咱们问问别人吧。请问，到长江宾馆怎么走？往前走，到路口，再往右拐，就可以看到长江宾馆了。太好了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看完了视频，你知道他们今天的难题是什么吗？对了，找住的地方。如果找短时间内住的地方，你也可以说找酒店、找宾馆、找旅馆。那么你知道酒店、宾馆、旅馆有什么不同吗？简单的说，酒店比较大。有酒吧或者商店，价格最贵。宾馆稍微小一些，有餐厅，价格比酒店便宜一些。旅馆有点像宿舍，几个人住在同一间房里，价格是三个中最便宜的。玛莎和芳华今天打算住价格适中的宾馆，因为坐高铁的时间有点长，他们有点累了。所以不想走太多路。你还记得他们是怎样找宾馆的吗？对了，芳华用了手机地图。在中国，好用的手机地图有很多，比如高德地图、百度地图，当然还有腾讯地图。你可以下载这些地图 APP 来为你指路。那么，芳华找到合适的宾馆了吗？对。他找到了，叫什么？在哪里？咱们看看手机地图，找到了，附近有一个长江宾馆，就在高铁站的旁边，咱们走路去吧。附近有一个长江宾馆，就在高铁站的旁边。附近表示位置，就是在的旁边。比如，屋子附近有一棵树。附近有学校。请小心慢行。芳华发现有一个长江宾馆就在高铁站的附近，于是他们决定用手机地图导航，走路去宾馆。紧接着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来看视频。糟糕，我好像迷路了。糟糕，我好像迷路了。糟糕表示事情，情况很坏，比如说。糟糕，芳华忘记带钥匙了。糟糕，小明迟到了。当坏事发生时，我们可以用“糟糕”来表达我们不愉快的心情。那什么是迷路呢？迷路就是失去了方向，找不到方向了。也就是说，芳华和玛莎找不到去宾馆的路了。这可怎么办？玛莎想到了一个。好主意，问人。于是他向身边一个路人询问方向，他是怎么问的呢？先别着急，咱们问问别人吧。请问，到长江宾馆怎么走？请问去长江宾馆怎么走？当你想去一个比较近的地方，你可以问去怎么走？比如去图书馆怎么走？去超市怎么走？芳华问了路人，路人是怎么回答的呢？哦，往前走，到路口，再往右拐，就可以看到长江宾馆了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图片，学会四个表示方位的词，它们分别是前面、后面、左面、右面。我们一起读一读。前面、后面、
左面、右面。你真是太棒了。接下来，请你来完成一道练习题。小丽从教学楼走出来，面对大门，请你来说说小丽的左边是什么。小丽的左边是操场。小丽的前面是什么？小丽的前面是大门。小丽的右面是什么？小丽的右面是图书馆。好的，接下来老师要考考你，还是这张图，请你说说图书馆在小丽的哪一面？图书馆在小丽的右面。操场在小丽的哪一面？操场在小丽的左面。大门在小丽的哪一面？大门在小丽的前面。教学楼在小丽的哪一面？教学楼在小丽的后面。完全正确，完美。好的，学了前后左右，我们再来看句子。往前走到路口，再往右拐。句子中的往表示动作的方向，比如往前看，往后看，往左拐，往右拐。拐就是转的意思。那我们一起来试试问路的方法。小红在学校门口，她想去医院，她可以问去医院怎么走。看图片可以回答一直往前走到第二个路口往右拐。张华在电影院门口，他想去火车站，他可以问去火车站怎么走。看图片我们可以回答往东走到十字路口往左拐，然后一直走到头就到了。王娜在家门口，她想去图书馆看书，她可以问图书馆怎么走。看图片我们可以回答一直往西走到第二个路口往左拐。学会了指路的说法，那就请你根据路人的话帮芳华和玛莎找到长江宾馆吧。你找得可真快，看样子你已经学会了方向的表达法，还掌握了如何问路指路，真是太厉害了。那么现在就请你去实践一下，向周围的人询问一下你想去的地方，相信经过你的询问，你一定会收获的更多。那么今天的课就学到这里，下节课芳华和玛莎要去银行，到时我们一起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吧。